年就入咗好耐㗎啦，應該08年開始入坑嘅。咁就禮物嚟講咧，其實上年嗰個就抌鬼咗嘅，因為真係冇乜意思嘅，那個雪人都核突。係咩嚟嘅咧？唔知道。迪士尼。我諗呢啲叫做無用之用啩，佢有鎖匙扣有剩嘅，咁四個主題啦。咁呢個食盒嘢抌得㗎啦，我覺得最有誠意就係都係好多年前十幾二十年前咧送咗1:6嘅紙袋啊，加1:6嘅玩具啊，即係俾1:6玩嘅玩具 ，perfect 個人啊。咁啊，迪迪尼啊送兩個膠牌啦，唐老鴨啦，同埋史迪仔啦。咁 Star Wars 有個鎖匙扣啊，達菲達鎖匙扣，同埋有一個座台牌，可能仲好啲添。仲實用啲啩，可能放喺人偶隔離咧都型嘅。個鎖匙牌咯，同埋一個細嘅figure 仔。咁個細 figure 係 Batman 仔嚟嘅 ，OK 啦，都卡哇伊嘅，可以企喺度嘅，見到啦 ，OK 啦，即係放喺度都牙炸，我都放咗大半年先抌嘅。可能我最中意今次嗰個禮物都係 X-Man 嚟扣啦。鎖匙扣後面有磁石嘅，即係你唔用黐落雪櫃都 OK 嘅。我都講達菲娜後面都有磁石嘅，不過我自己覺得其中一個最失敗就反而係信和啊，佢兩部 lift 壞咗，得四部 lift 咧，黐線嘅，同埋個冷氣點搞咁耐，咩做乜鬼 ？Anyway， 如果你喜歡，就分享、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， 多謝各位。